嘿，你感到被静电电到了吗？别担心，因为金瓶们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史上最强的免费保健法——接地气。这个神功不仅可以让你解决被电的困扰，还能带来许多健康上的好处呢。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使得我们与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少，进而导致身体难以接触到地球自然界中的自由电子，这也是接地气理论的核心。只有恢复与地球的电气连接，才能保持健康。那么接地气到底有哪些惊人的好处呢？以下就是接地气的七大超强效果。第一，增强免疫力。接地气可以提高免疫细胞的活性，从而增强人体的免疫力，有助于预防和治疗疾病。第二，改善睡眠质量。接地气可以平衡自律神经系统，减少压力和焦虑，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。第三，缓解压力。接地气可以减少自由基对人体的伤害，有助于缓解压力和焦虑。第四，舒缓情绪。接地气可以提高身体的能量水平，平衡情绪，有助于舒缓情绪。第五，预防心血管疾病。接地气可以降低血压，减少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风险，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。第六，缓解关节炎。接地气可以减轻关节炎的疼痛和炎症，有助于缓解关节炎的症状。第七，改善消化系统。接地气可以提高肠道的健康水平，有助于改善消化系统的功能。嘿，你想知道怎么才能充分享受接地气的好处吗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实践接地气吧。第一个方法是裸足行走，这可不是为了省钱不穿鞋子哦，赤脚在自然环境中行走，让脚底直接接触到大地，可以实现身体的接地。当然要选择前进安全的场所，以免受伤。第二个方法是在户外活动中接触大地，选择一些自然环境，如公园、山林、湖泊等，让身体接触到大地。在这些场所中可以进行散步、慢跑、打太极、瑜伽等活动。第三个方法是与自然接触，你可以在花园里种植、观赏花草、饲养宠物等，这些活动可以让人们更加接近自然，让身体得到充分的放松和平衡。除了上述方法外，还有很多成功的接地气实践案例，例如许多医院已经开始实践接地气理论，使用自然材料装修医院，将绿色植物引入病房等方式来营造接地气的环境，以减少患者的疼痛和恢复时间。此外，裸足鞋和田园疗法也是接地气的实践方式之一，对身心健康有很多积极的影响。现代城市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，人们常常忽略了身体和心灵所需的自然疗法，这就是接地气的重要性。通过恢复人们与大地的联系，来缓解压力、提升免疫力、改善睡眠质量、缓解疼痛等健康益处。不过使用接地气也需要注意一些事项，尤其是身体虚弱或有疾病的人，所以建议在使用接地气之前先咨询医生的意见，以确保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安全。除此之外，接地气也是一种简单而方便的自然疗法，大家可以在户外活动中进行，如赤脚行走、野外营养、花园种植、瑜伽等等，只要让身体与自然紧密接触即可。这样不仅可以享受到自然的美好，还可以提高自己的健康水平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，别忘了分享和订阅金瓶漫的频道，让更多人知道接地气的好处，一起享受自然的美好吧。现在放下手机，踩在大地上，感受那份纯粹和自由。